早七点，温冷暖就在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欢迎收看今早的节目，我是龙阳。大家早上好，我是周韵。今天是2019年10月2日，星期三，欢迎大家早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壮阔70载，奋进新时代。10月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0余万军民以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欢庆共和国70华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受阅部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乐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国庆佳节之际，神州大地山河壮丽，万众欢腾。首都北京花团锦簇，旌旗飘扬。蓝天丽日下，天安门城楼庄严雄伟。城楼红墙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同志的巨幅彩色画像，城楼檐下8盏大红灯笼引人注目，东西平台上8面红旗迎风招展，烘托出喜庆的节日气氛。天安门广场上，大型红飘带主题景观庄重灵动，寓意红色基因连接历史、现实、未来。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巨大的国庆1949-2019立体字样分外醒目。上午9:57，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向广场观礼台上的各界代表挥手致意，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型电子屏幕中出现了钟摆的画面，随着钟摆年份数字依次显现，报时钟声响起，10时整，庆祝大会开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全体起立，70响礼炮响彻云霄，国旗护卫队官兵护卫着五星红旗，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行进至广场北侧的升旗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奏响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我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向一切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爱国同胞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7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7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习近平强调，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全体中华儿女，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要永保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世界和平。同志们，朋友们，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继续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高兵就位。10时15分，阅兵仪式开始，标兵就位。军乐团吹响阅兵式号角，习近平乘坐红旗检阅车经过金水桥，驶上长安街。主席同志，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阅兵总指挥、中部战区司令员尹晓光，开始。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在受阅部队最前方迎风招展。习近平驱车行进至党旗、国旗、军旗前，向旗帜行注目礼。雄壮的军乐声中，习近平乘车沿着宽阔的长安街，依次检阅15个徒步方队、32个装备方队，近15000名受阅官兵整齐列阵，英姿勃发。同志们好。580台受阅装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同志们辛苦了！为革命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也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改革重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同志们好，同志们好。检阅车徐徐前行，全军将士激情满怀。同志们好，同志们好。习近平的亲切问候振奋军心，受阅官兵的响亮回答声震长空。习近平乘车驶回天安门途中，受阅官兵齐声高呼：检阅完毕，习近平登上天安门城楼。10时43分，空中护旗梯队拉开了阅兵分列式的序幕。3架直升机分别悬挂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同其他直升机组成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随后，
20架直升机组成巨大的七零字样，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70年光辉历程。天安门前，仪仗方队高擎党旗、国旗、军旗，沿着东长安街阔步走来。气势如虹的领导指挥方队，陆军方队，海军方队，空军方队，火箭军方队紧随其后，展示钢铁长城的时代风貌。战略支援部队方队、联勤保障部队方队、院校科研方队、文职人员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显示改革强军的崭新气象。武警部队方队步伐铿锵，展示忠诚卫士的使命担当。女兵方队英姿飒爽，展示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情怀。预备役部队方队、民兵方队亮相阅兵场，体现我国后备力量建设的时代风采。维和部队方队威武雄壮，体现中国军队作为和平之盾的贡献与力量。15个徒步方队迈着雄健的步伐，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100面鲜红的战旗迎风飘扬，战旗方队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加油！人民军队基因血脉永不磨灭，永远传承。马达轰鸣，震天动地。32个装备方队分为陆上作战、海上作战、防空反导、信息作战、无人作战、后装保障、战略打击7个模块，按照联合作战编程隆隆驶来，接受检阅。这次受阅装备全部为中国制造，40%为首次亮相。坦克、战车、火炮、导弹、无人机，这些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捍卫民族尊严和人民安宁的武器装备，在天安门城楼前一一通过。
看到受阅部队军容严整，军威雄壮，习近平等领导同志频频鼓掌，现场观礼的各界代表神情振奋，掌声如潮。振翅长空，雄鹰翱翔。11时23分许，11个空中梯队从远方呼啸而来，全场目光投向天安门上空。领队级梯队拉出7道彩烟，开启了空中梯队的帷幕。预警指挥机梯队、海上巡逻机梯队、运输机梯队、支援保障机梯队、轰炸机梯队、加售油机梯队、舰载机梯队、歼击机梯队、陆航突击梯队依次低空飞过。教练机梯队画出7条彩带，向共和国献上生日祝福。11时32分，广场电子屏幕上出现“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标语。现场合唱团唱响“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以“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群众游行开始。游行分建国创业、改革开放、伟大复兴3个篇章，10万群众、70组彩车组成36个方阵和3个情境式行进，展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抒发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由衷赞美和真情热爱。高举巨幅国旗的1949名青年组成国旗方阵，率先走来。70年前，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随后走来的是由2019名青年组成的国庆年号和国徽方阵。1949到2019，记录下新中国70年砥砺奋进之路。神圣的国徽象征着全体中国人民的尊严和力量。一曲红旗颂奏响，21辆礼宾车组成的致敬方阵徐徐驶来，车上是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亲属代表、老一辈建设者和亲属代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战士、老一辈军队退役英模、民兵英模和之前模范代表。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让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向共和国的英雄和先锋致敬。第一篇章《建国创业》，由开天辟地、浴血奋战、建国伟业、当家作主、艰苦奋斗5个方阵组成。热情欢腾的舞蹈，优美深情的旋律，金光闪闪的勋章，再现历史的雕塑，让人们的思绪回到那开天辟地的时刻，那硝烟滚滚的岁月，那热火朝天的年代。当游行队伍簇拥着毛泽东巨幅画像经过天安门时，现场迸发出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第一篇章在情境式行进《青春万岁》中结束，少男少女骑着自行车穿梭而过，红色长纱巾流动成梦想之源，汇成一道年代风景。第二篇章改革开放，由关键抉择、希望田野、春潮滚滚、与时俱进、一国两制、跨越世纪、科学发展、众志成城、圆梦奥运九个方阵组成。改革创新的激情，迎难而进的坚毅，梦想成真的欣喜，写在游行群众的脸上。一辆辆造型丰富、寓意隽永的彩车，一句句高亢嘹亮、振奋人心的口号，展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壮丽篇章。当游行队伍先后簇拥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巨幅画像经过天安门时，全场一次次迸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第二篇章在情境式行进《东方雄狮》中结束，中国功夫和舞狮表演精彩互动，激昂的鼓点催人奋进。第三篇章《伟大复兴》由18个方阵组成，当簇拥着习近平巨幅画像的伟大复兴方阵出现时，热烈的掌声和如潮的欢呼响彻全场，把群众游行推向高潮。随后走来的创新驱动、区域协调、乡村振兴、民主法治、民族团结、凝心铸魂、中华文化、立德树人、体育强国、脱贫攻坚、美好生活、绿水青山、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严治党、不忘初心等方阵，全面展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实现的历史性变革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华儿女方阵以巨大鲲鹏造型彩车引领各省区市和港澳台彩车依次通过天安门，充分显现中华大地的壮美画卷和改革发展的勃勃生机。扬帆远航方阵寓意中国号巨轮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破浪前进。第三篇章在情境式行进《童心追梦》中落下帷幕，2019名少先队员组成的行进乐团奏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昭示复兴之梦必将在接力奋斗中成为现实。群众游行接近尾声，最后一个方阵祖国万岁走向天安门，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动听的歌曲，动人的舞姿，灿烂的笑容，向祖国母亲献上最热情的礼赞和最美好的祝愿。
随着七万羽和平鸽展翅高飞，七万只气球腾空而起，歌唱祖国的激昂乐曲歌声在整个广场回荡，游行群众朝着天安门城楼方向欢呼致敬，习近平等向各界群众挥手致意，城楼上下连通真情交汇的新桥，广场内外成为欢歌笑语的海洋，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共同祝愿中国和世界的明天更加美好。庆祝大会历时2小时40分钟，于12时40分圆满结束。出席庆祝大会的还有丁薛祥、王晨、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篪、杨小杜、张幼霞、陈曦、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江泽民、胡锦涛、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宋平、李兰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张高丽等。在京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人、老同志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党的19大代表、中央纪委委员、国家监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在京委员、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北京市有关负责同志、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八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先进模范人物代表、11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全国性宗教团体主要负责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在京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优秀留学回国人才代表、部分已故老干部的配偶、全国重点优抚对象、首都各界代表、普通群众代表等出席大会。在京重要外宾、各国驻华使节、外国专家也应邀出席大会。昨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等庆祝活动，吸引了世界各国媒体的目光。当地时间10月1号上午，泰国主流媒体泰国大众传播组织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进行了直播。泰国大众传播组织总裁格马塔向记者表示，他们调集了300多名精兵强将，保障这次直播能够顺利进行。而原计划进行1.5小时的直播，但震撼的庆祝场面令格马塔决定延长直播时间。ยานุภาพของกองทัพจีน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กองทัพอากาศเนี่ยเต็มเปี่ยมด้วย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ถ้าเราดูสังเกตดูเนี่ยมุมกล้องนะครับที่ถ่ายทําในการขบวนพิธีสันสนสนามเนี่ยมีความละเอียดในการวางทุกจุดทําให้คนทั่วโลกรวมทั้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ชาวไทยเนี่ยได้รับชมมุมมองต่างๆ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เห็นถึงความพร้อมเพียงเป็นวินัย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ชาวจีนครับ巴基斯坦艾尔瓦新闻频道、萨马电视台和丹尼亚新闻等多家主流媒体也都对庆祝大会进行了实况转播。新加坡亚洲新闻台10月1号10点开始全程直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等庆祝活动。亚洲新闻台在东南亚国家影响力广泛，在几天前就已开始推出介绍中国的系列报道。俄新社在其网站上详细介绍了10月1号天安门广场的各项庆祝活动。俄新社记者在报道中指出，中国维和部队首次在阅兵中亮相，吸引了各国媒体的关注。
当今的中国更为积极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中国维和部队协助冲突各方执行和平协议，为全世界安全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俄罗斯塔斯社也派出记者在阅兵现场参与报道。塔斯社表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中国军队向世界展示了各型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昨天晚上，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群众联欢活动和烟花表演。联欢活动以我爱你中国为名称，以讴歌新时代共圆中国梦为主题，通过主题表演、中心联欢表演、群众联欢、烟花表演等形式，讴歌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回顾一下联欢活动的精彩时刻。
昨天，天安门管委会发布通告，天安门城楼历时一年多修缮，盛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并于2019年10月3号起恢复对外开放，为更好地保护文物，进一步提升游客参观体验感，确保游客参观安全有序。根据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并借鉴其他景区做法，天安门城楼每日限参观游客9000人次，现场售票窗口将视具体情况适时停止售票，请广大游客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参观。我们来看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0月1号，全国铁路迎来11黄金周客流高峰，发送旅客1750万人次。铁路部门增加运力投放，加开旅客列车1160列，共开行旅客列车10297列，创单日客运能力安排历史新高。国庆期间，铁路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努力满足旅客群众出行需求。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加开武汉至广州、上海、合肥等地往返列车117列，重联开行武汉至昆明、宜昌、襄阳等方向动车39列，运能提升了一倍。西安局集团公司加开了去往北京、峨眉山、成都、嘉峪关等方向的高铁列车及普速列车808列，其中开行西安与华山之间往返高铁109列。南昌局集团公司增开城际动车开行频次，开行一小时城际列车128列，方便相邻城市间短途旅客出行需求。的确，假期的第一天呢，很多人选择出门旅游，在泉城济南跟泉水有关的景点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一大早，趵突泉就迎来了大批游客，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手机拍照留念。景区里的国庆气氛浓厚，不少游客手中拿着国旗，也有游客把国旗图案贴在脸上，贴在胸前，用这种方式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黑虎泉、五龙潭等景区也是游人如织，大量游客聚拢而来，也给城市交通带来不少压力。通过以往的大数据来分析呢，停车的供需矛盾非常的大。我们呢就是采取呢及时对这个停车的数据进行对外发布，周边的一些单位、企业的停车场对外开放，减少停车的压力。交警表示，从今天开始，游客量将逐渐增大，到时候热门景区周边的交通压力会更大，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9月27号，经过近2年灾后重建的九寨沟景区重新开园迎客。此次开园实行单日限流5000人。国庆假期第一天，园区迎来开园之后首个满额接待，这也是自2017年九寨沟发生7.0级地震之后单日最大客流量。金秋的九寨，海子水量充沛，阳光和煦，海子两旁的灌木丛也形成了斑斓的彩林。在九寨沟景区五花海景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穿梭于木栈道上，时不时地停下脚步拍照留念，记录下美丽的瞬间。很开心能在这个国庆假期来到九寨沟这个风景区，然后感受这个地震之后新恢复的这个九寨沟的风景，然后很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诺日朗中心站的大屏幕上，正在直播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仪式，游人们手拿着国旗，聚集在大屏幕前观看直播，并时不时拿出手机记录下精彩瞬间。目前九寨沟仍处于试开园阶段，开放区域占原来的85%，只接待旅行社团队游客，单日限流5000人。自9月27号开园以来，门票预订数量节节攀升。记者从九寨沟管理局获悉，目前到10月6号的门票已经全部预订一空。10月1号，景区更是迎来了首个满额接待。景区从旅游接待、餐饮、观光车、景区导游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准备为游客营造一个安心祥和的假日旅游气氛。大家出门游玩的时候买保险了吗？消费理念逐步升级之后呢，我国的这个游客的保险意识是随之提升。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在旅行网站投保旅行保险的投保率正一路走高，大部分出境游客选择了100到150元的保险产品。记者在几家旅行网站上看到，在售的旅行保险种类繁多，不仅针对国内国外旅游有分别的保险产品，还有细分的自驾游、户外运动等类型的旅游保险。一款针对国内旅行的保险产品提供20万元的意外身故及伤残保险金，如果选择保障期为1天，售价仅3元。
而出国游的保险则贵一些，一款保障期为7天的境外险售价175元，保障范围也更广一些，除了保障常规的意外身故残疾医药补偿各50万元外，还包括托运行李损失、银行卡盗刷等多项责任。保险公司跟旅游公司也会针对这种客人来进行专门的开发，比如说海岛游的保险，那他们就会对海岛水上运动的项目的保障，包括它的这个赔付额度会做很大的提升，专门为这些人群开发的产品今年是卖的比较好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国内游的投保游客中，50%左右选择40元以下的旅游险，40%左右选择40到80元的产品。出境游方面，有40%的投保游客花费100到150元。目前旅游险种主要包含4个方面的风险防范：身故、医疗、救援费用以及出行附加险。游客可以根据自身的年龄、去往的国家地区、旅行时长等条件，有针对性进行选择。这几年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救援责任，可以依据我们出行国家的这个远近，比如说亚洲类的国家，我们的救援责任的保额建议最低呢就不要低于50万人民币。那到了欧美国家的话呢，我们建议的最低的救援责任的保额就不要低于100万人民币。针对团队客，专家提示，相关规定强制旅行社必须为团队旅客投保旅行社责任险，但旅行社责任险与自愿购买的旅游意外险不冲突。此外，旅行中一旦发生救援和医疗等意外情况，应保存好相关收费凭证，避免理赔纠纷。一旦发生了保险事故的时候，他应该主动的报案，他那个保单中有电话，是吧？主动报案，办之后呢，便于保险公司及时的当地的一些机构联系，便于估审，要保留那个证据，证据很重要。来关注台风米娜的最新消息。随着台风米娜逐渐靠近沿海地区，在浙江宁波风雨不断，不少路段因为积水和树木倒伏阻碍了交通。我们来看看记者昨天发回的现场报道。我现在在苍松路上，那受台风米娜影响呢，目前的雨势也是越来越大，风也是越来越强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不少树枝也已经被吹断。那么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目前工作人员也是在进行一个紧急的清理工作。看了一下把我们吓死，当时很危险呀。我现在是在高腾岛乡的临港码头，那这个现在呢是早上的9点钟，受米娜的影响啊，基本上我们现在整一个岛上呢已经是刮起了8到10级的大风，现在我基本上站在这里的话都已经有点站不稳了，而且呢现在刚好是赶上涨潮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的这个海水呢已经是越过了码头流到岸上了。那附近我们这个有几户这个沿岸的居民呢，家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淹。在紧近码头的一家小超市，由于房子地势比较低，海水倒灌直接涌进屋内，最深处的水已经没过膝盖，屋内的货架、凳子、电器全部泡在水里。截至记者发稿，当地中心河道水位上涨到2.4米，已造成20000亩农田、16处房屋受淹，灾情还在进一步统计中。台风米娜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还会对我们国家哪些地方产生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气象主播了解情况。早上好，德俏。早上，龙阳，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台风米娜的最新情况。昨天晚上的8:30呢，台风米娜是在浙江的舟山这一带沿海登陆了。那今天呢，它将会逐渐的远离咱们国家。所以呢，昨天出现风雨影响的江浙沪这一带，那今天的风雨将会逐渐的减弱，主要以小雨天气为主了，应该说比较适合大家出行。不过呢，台风米娜将会趋向于朝鲜半岛，所以假期去往这一带旅行的朋友们要关注航班和天气的变化了。除了台风带来的降雨之外呢，今天咱们国家的雨水主要还是集中在西南这一带，不大，以小雨天气为主。另外呢，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开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到东北这一带将会出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明天后天的时候呢，在陕西以及河南这里降雨还会比较的强。我们来关注一个城市，比如说西安，从明天开始之后的几天天天都会下雨，尤其是4号和6号的时候还将会有中雨，所以在西安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根据天气调整您的出行计划了。龙阳，
刚刚你提到了冷空气啊，那冷空气在气温上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和影响呢？这冷空气除了带来降雨之外呢，也会带来明显的降温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冷空气带来降温的一个时间表。今天影响还是比较偏北的，主要是集中在内蒙古的东部、西部以及甘肃这里。呼伦贝尔今天降温就会达到10度左右，到了明天降温的区域更加的广泛，东北、内蒙古、宁夏、甘肃这里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降温。到了后天4号的时候，降温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华北、黄淮这一带了。要关注哈，对于近期气温偏高的东北以及华北来说呢，4号气温将会达到近期的一个低点，像哈尔滨和天津都是如此。尤其是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还有27度呢，但是到了4号最高气温可只有9度了，一下子会冷不少哈。对于南方来说呢，冷空气也会影响到，不过呢，时间大概是在5号之后了，比如说长沙。假期的前4天基本上是天天高温，但是呢，5号开始降温，到了6号、7号最高气温只有25、26度，倒是可以把这个气温降到体感上比较舒适的状态。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